新冠超过190公分的棒球教练林奕进转换跑道，种植高品质的木瓜，分享木瓜栽培的点点滴滴，让欢乐乡农会绿色照顾站的阿公阿妈看到合并家己的时代无同款，种植木瓜的方式，在咧农业升级的过程当中，跨世代交流融合，又近互相之间的距离，同时嘛提供着互相的刺激和成长学习的生命动力。欢乐乡农会绿色照顾站今日特别安排漫步林青农园，来一场交涉降青农的公园活动。活动鼓励长辈走出教室，悠闲漫步伫乡间田间小路，欣赏春天花草水果繁荣的绿色景致。唔呐，锁定了筋骨。了有信心，也增长了知识。番路乡农会的绿色照顾站在今天4月6日特别安排长辈漫步林农青园啊，来一场与斜杠的青农在瓜园邂逅的活动啊。活动是为了鼓励我们的长辈走出教室，悠闲漫步在乡间的田间小路啊，欣赏春天的花草瓜果，欣欣向荣的绿色景致。而且咯，大家说说笑笑哈，不仅舒展了筋骨，非常的疗愈，也增长了很多的知识。大家看我背后的哥大哥大姐、阿公阿妈有笑脸不？欢迎。三冬来，我这么贵的经验，一季来一直变好，一直慢慢变，一直慢慢在变好。然后我的经验就是，现在种木瓜就不像之前这样。就是所有的病虫害都要问一些前辈，那我都有一一的记录下来，所以我现在在管理我这片木瓜园就是显得相当轻松。那现在种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，那我很期待这两区的收成会比我第一区来得好。阿公阿嬷在青农的公园内底进行了知识交流，分享跨世代农业经营的差异，啊，佮品尝了林青农园。用智慧科技培育出来的高品质、新鲜、香甜的木瓜，农会指导员交浙江，还佮利用木瓜拍成营养满分的木瓜牛奶，予阿公阿嬷补充一天的能量。最新新闻整理，陈焕乐乡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。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